我都想說這個喜樂是可以控制的，我可以隨時收制的，但我裡面一樣湧流喜樂，希望大家都會渴慕神，如果你可以的，回來星期二晚你接受訓練，你就會 你的教會一堂一堂聚會越來越多，你帶很多人信耶穌，哇，整個帶一個已經都滿了，滿了，我們要開多一堂，整個下午都有聚會，今晚都有，那時候你就越來越多人信耶穌，我希望大家渴慕神，首先就是靈開放，譬如為人祈禱都是的，我心湧向神， 心湧向神，哈利路亚！大家翻屋企啦，你可以企喺埲牆前面，幾寸，又前面買一高平嘅凳，一路渴慕神啦。嗱，你有搖動嘅，你就搖佢搖佢搖動，有平安喜樂，搖佢涌流。咁你一跌向前，你就扶咗凳，向後你就挨住埲牆，咁你唔會跌親啦。咁呢個都係一個方法，你一日去做，越長時間越好，同埋你做其他嘢，一路成日都 心裏面感激神，哈利路亞，一路多謝耶穌，心裏面感激神，神嘅同在就同你越強嘅。嗱，你首先你個靈好似湧向神，嗱呢個咧係你自己都做喎。大家可以企身喺呢個座位上坐，你好似個心湧向神，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，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。 感謝天父，你喺度講嘅時候有個心湧向神，感謝耶穌同我哋一齊，歡喜主耶穌，我哋歡喜你，感謝你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。嗱，我想問下你兩位，嗱我冇同你講，你有冇嗰種平安輕鬆嘅感受啊？如果有嘅，可以講出嚟，冇用，緊要嘅，好嚇。 好似一個空間啊！呢個即係話咧，其實你自己做都可以。當然啦，我企喺呢前面都係有分別嘅。其實神真係可以臨在嘅。好嗱，咁我而家為你按手呢個渴慕，渴慕，放鬆人啊！主耶穌，多謝讚。哦，耶穌。 感謝天父，感謝天父。嗱，呢位姊妹咧，個身體搖動咧，都係聖靈帶嚟嘅喎。你自己翻屋企咧，嗱，兩位其實兩位都有搖動嘅。你翻屋企咧，可以企喺埲牆嘅前面，離開埲牆些少距離，然後咧前面擺一高嘅高平嘅凳，一跌咧向前咧就扶住佢，向後跌咧就拉住埲牆。咁你有咩幫助咧？即係留意到聖靈嘅臨在，帶嚟嘅能力。咁你咧就日日咁樣做，越投入咧，你就發覺越強嘅。 越投入就越強，主耶穌從我哋。耶穌，耶穌，哈利路亞，讚美耶穌，讚美耶穌。同埋咧，祈禱時咧，你感受到平安輕省咧，你就翻屋企保持，有冇覺得平安輕鬆啊？ 我覺得平安輕鬆啊！呢個都係聖靈帶嚟嘅，就每一次祈禱都進入呢個狀態。